多了。里面会有脏东西啊。这种能擦屏吗？可以啊，就用这个东西把它把那个小屏的那种 MP3 那种小小的，哎，里面不是有脏东西，这个东西东西把那个屏吸出来，然后就可以擦。把屏吸出来。嗯。但是粘上去了，粘上也行。但是只是一个胶粘在周边，把它吸出来，擦到这个胶。